唐嫣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因出演紫萱一角受到观众的关注。她的霸气随性让大家看到一个女孩为了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和牺牲，但是随后出演的角色却是各样的，演绎得非常精彩，让大家看到了她的潜力是一个实力派。在恋情上也颇受大家的关注，特别是与罗晋公开后，两人共同出现的场合简直就是反哺两个乐园。已经步入30+年龄的她，今天她发布信息让大家觉得离这一天不远了。还是今天发博，爱是久处不厌，这心声不就是表白吗？再看罗晋的天冷了记得加衣，好温暖呢，如此贴心的男孩真的好般配。网友看到后都说内容好和谐，简直就是一家人，两个人都非常的低调，会不会哪天也像影马一样直接来个公布呢？不管怎样都希望罗晋由他早点披上婚纱。近日更有网友疯传两人将于28日在维也纳举行婚礼，当被问及工作人员也是毫不解答，更是让众网友很期待。小伙伴们，你们喜欢他们两个吗？欢迎小方评论员大家讨论吧。